你们也看到这里过程中啊，不是原始点一触可及的，也是经过很多次的错误之后一路修正过来的。那我之后一路演讲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没有所谓的就是很在乎我的名义或是什么，也就只要有人比我厉害，能够提出比原始点更大的开关。我一定放下身段跟他学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我发的愿就是要解决怎么样所有人类的病苦嘛，这个才是我要的，其他都其次了。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有更好的人提供更好。但这几年来，找出来目前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找出来的开关似乎还没有找到比我更大的开关。包括我自己本身以前也针灸十几年我现在也不用针了，就是只有用手按一下就能做出来。但我相信今天很多是第一次来的，听我说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症状吗？会不会有怀疑？会的才是正常。怎么可能这么简单？那经络学那么复杂，14条，我只要一条脊椎，那还有七处就能管到全身，这个我说原始点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那我们不如还是一方面介绍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在哪里，一方面也实做给大家看，那我也想找在场的。那我们还是来做因为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一般是我要先介绍一下啦，什么叫疾病？这些名相稍微点一下，医学要解决的就是疾病啊，疾病包括的是什么？症状。中医几千年来为的要解决的，不外就是症状，没有那么复杂啊。什么叫症？我把它做分类，症就是不适感。你哪里感觉不舒服的，那个叫症，比如疼痛、酸麻、痒胀、闷、刺、晕、抽筋、肌肉跳动、灼热感、下坠感等种种，都叫不适感，这一系列称为症。那还有介于症跟状之间的，还有一系列比如流鼻涕啦、白带呀、耳流脓啦这一系列，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我也先把它列入到症。那什么叫状呢？状就是组织的受损，比如破皮、流血、红肿、口疮还有像化学留意灼伤、烫伤，还有各种皮肤病，还有甚至像褥疮、牛皮癣这一类的，我们称为状的组织受损。那医学要解决的不外就是什么？症状、疾病，就是这样。疾病是抽象的，那具体的就是症状。那原始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当然症状啊，但是能不能解决状？不能。同样针灸也不能。比如说你破皮流血了，你有没有办法一针，皮肤的那个伤口马上愈合，状的组织马上修复啊？那是不可能。所以一般解决的是叫症，也就是不适感。你哪里不舒服？那一般症多属他处体伤，他处体伤就是你不能在本处处理，一定要在别的地方处理，那这样才会有效。那原始点也是，它是避开患处的，不能再患处按，那一定从其他的开关来解决它的症。好，那我们这样介绍一下，症多属他处了，当然也有本处的，但比较少，所以十个看有没有一个吧。也就是因为比例少，所以几乎10个出来，我9个是可以做出来的。那如果我做不出来了，别人按得出来吗？或是针灸得出来吗？这一个有没有办法？如果他有办法，那就比我的开关大了，我就应该改写了。就是因为没有，我也很笃定的跟你们讲，也就是我按不出来的，别的人也没办法处理。那这个就是属于
本处体相，本处体相的处理方式一定要怎么样？内外热源才能解决，那个就是要靠温敷啦，身啊、等体力啊、修复了啊、它自然就可以好。好，那我们就实做吧。你现在哪里不舒服？我现在是脚腕，就前几天打球的时候把这个脚腕给扭了啊、就这个地方啊、痛。有没有肿？有一点点。你脱下来好不好？好的，让大家看一下。我说有两个条件才能上来，第一个不相信我，是吧？第二个他没有被推过，所以他也不了解，所以这个最客观啊、他不是一开始就相信我啊。就在这个地方，哎、这里是感觉稍微肿，对，但不是明显。对啊，你现在痛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这一排是吗？对、走路就痛是吧？就走路的时候这么一折，它就痛了，开始痛了，对。好，那这个叫我刚刚讲的叫震的不适感。我虽然还没有按，你们可以猜猜看，我按完它会不会改善？会。认为会的举手，我看一下。啊，认为。按了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也有人怀疑最好哈。好，那你趴着，我们就真来的吧。好，你是这一脚对不对？对哈，因为同一侧不能揉错屁股啊。啊，他是这一脚，那我就揉这一侧。好，这里痛不痛？嗯，有一点。一点哈。嗯。这里呢？嗯，比那里稍轻一些。比刚刚稍轻，嗯，啊，这一点呢？嗯，不痛。啊？不太痛。不太痛。嗯。下面就不太痛了、哦。对。那你真正就在这里。对。哇，是的，这里好痛。这一点也痛嘛？哎、对。应该算揉完了。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好不好。刚刚我揉臀部，它管理的位置就是整条腿到脚踝，也就是脚踝它刚好那个边缘以上痛的都是属屁股，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小腿肚，小腿肚是上背部管的，所以也就是我揉下去，只要你膝盖痛或大腿痛或小腿侧面痛，全部都会有效。那揉的那一排一定会有痛点，它刚刚的痛点是在上面上半段，下半段没有，所以我刚刚就不揉了。一般那个疼痛的时候上台阶下台阶才能感觉到啊，我试一下。好，告诉大家，实在是有效果。好，这个由他讲了，这个就我就不讲了。好，那就这样咯、好，谢谢你，谢谢。好，刚刚揉的是脚，有没有人手？现在我们找手的有没有？手正在痛啊，很不舒服的。好，你好你好，你现在是哪里不舒服？我是这里摔跤摔到的。这里？对，正在痛是吧？痛，很痛。很痛，按着就痛是吧？按着就痛，这样子都痛。哦，痛多久了？有十多天了，因为我一次摔跤的时候摔到屁股跟这个手。好，嗯，好，那来，你现在一个动作按了就会痛哈、你们相信我，按完这个会不会改善？会，一定改善了。这个要多久？屁股比他那个大，那个揉的位置大，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分钟内就可以解决。但我要跟各位讲，手我还是在按之前要介绍一下，这里手有三处，刚刚脚哈、脚臀部一处嘛，然后脚踝一处管足背跟足底，还有足背原始点管怎么样脚趾哈、这个有时间再谈。那手呢，手也是三处，肩部原始点就在这里，这一条按了之后只要有痛点，它管理的位置就刚好从肩部到手肘这一段，任何的痛你只要在这里找到痛点，然后帮它舒缓了，
这一段的痛，所有痛都可以改善。好，那他再来就是肘部延时点在这里，这一条按了之后，他手肘到手背部这一段任何的痛都可以改善。那你看这里他手腕刚好就在这里，有没有？那如果手指头痛按哪里呢？手指头痛按手背这里的原始点，这里按这个手指头就好。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痛的往上找？ 就你看手指痛往上找就在手背。好，从手背到手肘痛往上找，哎，它就在手肘。好，从手肘到肩部痛，它往上找就在肩部后面。哎，这个原始点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往上找，除了有一处例外的是哪里？头部。因为头部你头痛往上找就是虚空了，揉虚空会不会好？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常识，所以只有头部必须要往下找，在三分之一处，就是你脸的三分之一处对过来，叫耳后背部，耳背这里，然后再对过来枕骨下来。好，所以除了这一个例外，其他都是往上找的，包括你腿痛也是往上找，就在臀部，然后是距离最症状最接近处。好，它这里最接近处当然是肘部原始点，但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揉肩部原始点，它会不会改善？这里哈，你们不用再怀疑我了，说这个有没有效还在怀疑我，不用了，因为这个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了。这个揉了我知道应该是有效的。那我想做一个给你们看，因为很多我常常在说中医的针灸，我也针过，我说既然我位置是决胜负的关键点，这个你们也了解，因为我太太我不是说这里痛的时候我扎这里没有效吗？哎，现在我就知道扎后面一定有效，那就是位置决定胜负，不是当时我的手法出问题哦，我手法没问题，而是在位置，也不在于工具，也就是我即便没有用针，我现在用按的也可以好。那你们就知道原来针灸跟原始点是没有差别的，你别看一个是拿针一个拿手，就以为这个工具不一样，针就可以做得出来，我手就做不出来，没有这个，真正的重点在位置，位置决定胜负。好，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这个绝对是大开关，这个按的一定很快，一分内就可以解决。但我想做一个给你们看，我按这里有没有改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按这里的时候这一段会松，那刚好我的肘部原始点怎么样也可以改善，所以它变成透过这里之后改善之后，哎，这里也改善。那但是它的改善怎么样就没有这里强烈，一样有效。那所以我说全身有很多开关，只是有大开关跟小开关，这就是我这五年来为什么一路在找大开关。我刚开始找了二十几个开关，最后一直折掉，折到最后只拿最大的开关跟你们讲。我先做它的肘部、肩部延时点让你们看看，问看看是不是有效，依我的经验还是有效的啦。好，它会透过两个开关，这里痛不痛？痛啊。这里呢？痛。这里呢？哎呀都痛啊。哎呀，这里呢？痛，没那么痛。没有那么痛了。哎，对。所以你的痛哎好痛啊。哎呀。好，每一个点顶多按三秒，啊，来回三次，大概就可以了，也就是顶多九秒钟。好，你这样可以下来看看。好，其实我现在的开关是解决肩部到肘部了，没有解决它的腕，但我相信还是会有效。没那么痛了。真的啊，减轻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是证实给你们看，为什么我说的是大开关？因为它可以穿透过来，甚至穿透到手腕哦。
但是真正的大开关是在这里哦。好，我再揉一次给你们看，他的感觉一定还会变化。来，你再过来，你叉腰，这里痛不痛？痛。这里痛啊、哦？痛。这里呢？嗯，好痛哦。这里好痛啊、哦？好痛。啊，这里呢？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痛。哦，所以你真正痛点在这里。哎呀，真的好痛！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好了，我们这样已经揉完了。这里因为只有一两个点在痛，我现在帮他舒缓一下，怕他肌肉痛。好，稍，这个很轻啊，舒缓就不要用力哈。好，那现在再让你感觉看看，你再压压看，看跟刚刚的比较。现在已经完全不痛了。我这里是上个月27号摔跤的时候摔到手跟摔到屁股的，那当时我自己呢也有做过按摩啊，也有做过艾灸啊，这些都没有解决，一直都很痛啊。那现在完全不痛了，真的太棒了。好，谢谢，谢谢你，感恩，感恩。不会。好。我这个只是做给很多原始点救生了解，其实开关最强烈的是在这里，但我按这里有没有效？有。所以如果这里也有痛点，所以你们就知道原来全身的阿是穴有很多，如果原始痛点是阿是穴，那全身的阿是穴很多，也就是孙思邈以前找到的阿是穴跟现在的我的阿是穴原始痛点一不一样，不一定一样，也就那这个哪里最强烈呢？我只能说一路我坐下来有一个规则，越接近症状越近的那个才是大开关，你离开了要透过很多开关来。所以当然你头痛你扎手也会好，你扎脚也会好，但问题它透过这么多的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力道微弱了。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不是，我说穴位当然有效，但有分更有效的穴位或次要的穴位，就是看他的症状而去选择你要的位置，那位置决定胜负。好，那原始点我说如果你还能够找到比我更强烈的开关，那当然原始点马上改，因为医学就是要解决人类病苦嘛，没有门户之见。但目前看来，目前我找到的，目前还是使用了那么多年，还没有 改正过。好，那这个手也有了，现在有没有人手脚也做了？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腰酸背痛的这一类的。好，好，您好，您好。你哪里痛？我不是疼，是麻。麻在哪里？在这个位置。你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麻在哪个位置？严重的时候麻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正在麻哪里？现在有肿，就是说麻有胀的感觉，这个位置，整个这个部位。多久了？应该有十几年了。好，那正面好，转。十几年了，那你十几年都怎么治疗？自己锤了，使劲锤，使劲锤啊，锤了十几年，对，那还锤不好，嗯，锤不好，哇，是，那你怎么不会想看医生？到医院看过，我这个可能是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留下的训练伤，啊，啊，找到医院看医生就说没什么好办法，你只有自己，疼痛的时候做一些保健按摩，就是这样。医师说没办法，对，这样。这个酸痛一般一般医师是都会说有办法，只是说不一定有效啦，这个医师还跟你这么坦白的还少，好，是吧？好，那我们来做做看吧。现在已经在酸麻是吗？现在在就是有点胀有点麻。哦，有点胀。嗯，好，那脊椎我要介绍一下，刚刚是介绍手跟脚嘛，手有三处，那脊椎管理的呢？
我跟各位讲，这个脊椎管理可好用，它管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也就是你前面有问题啊，比如心脏有问题，你就找后面对过来，刚好这里。那如果胃有问题呢，比如像胃痛啊、呕吐啊，就找这里，胃对过来这一段。那如果女孩子痛经呢，痛在小腹呢，对过来应该是在这里。那如果痛在甚至更下面的耻骨附近，那就肩椎。那如果痛在两侧腹股沟，那就屁股两侧。所以前面的一定是找后面。好，那前面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包括你如果说你说肋间神经痛，好，肋间神经痛对过来就在这里，好，那这里一定有开关。好，那如果是背面痛呢，前面已经都解决了，那背面呢，背面旁边找中间，也就我这里痛我找中间，好，就这一段。那上半身是一个指掌大范围就可以找到，但如果下面腰椎痛对过来在这里是一个巴掌大，包括手指头，这样范围就比较大，在这样两侧一定可以找出它的痛点。而有些痛点会怎么样往上延伸，在这里 找到了之后，甚至在更上面也有痛点，那我们还是要往上找。那找出来之后把痛点找出来，这里揉完应该就可以改善。好，那我们现在他说这里痛，我们就对过来啊。还有介绍一下，如果痛中间呢，脊椎呢，下面的找上面，如果痛在中间这里，好，我就这里往上找，就在这里。好，所以这个脊椎的应用是这样。那颈椎从颈椎这样整骨下来，颈椎一路下来到肩椎，就是我们的一条脊椎。好，开始来做哈。这一点痛不痛？嗯，疼。痛是吗？嗯。那我再往上找这里呢？哎呀，还疼。这里痛哈、哦。嗯。啊，这里呢？这里也疼。啊？疼。疼。嗯。哦，还是疼。啊，这里呢？好，那里不疼。不疼了。嗯。好，那它的延伸点，好，你看哈、哦，如果说我一巴掌上来，它还比我的一巴掌还要怎么样大一点，这个就是延伸点。那这个还是要揉好，那它的痛点这里是从这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这里痛不痛？疼，这里也疼。嗯，啊，这里呢？疼，也是疼。嗯，那这里呢？不疼了。哦，所以它左边、右边是在这里为止，它左边还更上来一点点。好，那这个都算延伸点。好，这个延伸点还蛮长，那我们就左边甚至比较严重。好，这里疼哈、哦。好、嗯，那我们再揉。这里也是嘛，哈、哦。这里疼不疼？疼。这里呢？不疼。啊？这里不疼。不疼了，好。嗯、这里也不疼了，是吧？对。好，那这里疼，对不对？对。这里也疼。好，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这里疼，但我在这里附近怎么样？都没有痛点，所以这里不要揉，表示他腰酸疼跟这里完全无关，他真正有关的就是在这一段。好，那我们现在找出来就好办事了。好，就在这一段处理就好。好，现在这样应该已经处理完了，那我现在再帮他舒缓一下。好，这样可以，你可以下来。好，不要因为他痛十年了就以为要揉更久一点，没有这样，还是一样，每一个痛点九秒钟。你就跟大家讲你现在的感受。刚才按的这个位置呢，就很疼，疼得很刺，就像针刺的一样。但是下面现在这个感觉呢，就感觉底下很舒服，
就是说很轻松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刚才还是很肿胀的那种感觉，跟一会一会的有一点麻，现在就没有了，感觉很轻松，就是这个感觉。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这样要花多少时间？不需要，十年的病也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他是捶错地方了。对不对？他腰痛一直在捶腰，但是我们现在一检查出来的时候，他腰有没有痛点？完全没有，而反而是在上面呢。所以他没有捶对，还是没效的。所以听到这里，你们有没有突然间感觉到，原始点竟然可以立即改善症状，速度之快，那不在话下。但是它还带有什么功能？诊断功能，是不是？这个就是诊断啦、啊。我把他的因找出来，然后从因下手啊，所以原始点已经做到，简单讲，他诊断跟治疗完全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的，不是说照完啊，我们再处理哪里，没有，我们就是治疗跟诊断，其实它同步的，啊，这也是跟最大的医学把它简化了。好，那这个腰椎也做了。那现在还有头部没有做的哦，牙齿痛，好吧，那牙齿也可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现在牙齿痛是吧？对，我现在牙齿这上边很痛。痛多久了？今天早上开始痛的，前两天有痛过，但是又好了，今天早上又开始痛。那牙痛可不可以处理？揉哪里？头部原始点。那头部的原始点在哪里？稍微介绍一下啊。那这样应该看得到，就在两骨之间，然后耳背好下方这三点的交汇处，就是我们要的。一般其实耳后这两点如果按完，应该头的问题都解决。那为什么还要揉枕骨？因为它有辅助作用。如果以有效，我认为7:3吧，耳后这个绝对是7。那按完应该患者就减轻了。那如果最好还是把枕骨下沿怎么样也揉一揉。好，那我们现在来做。这里痛不痛？痛。这里痛哈？嗯，对。这样能承受吗？可以。好，那你数15下，你默数啊，我也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那这一边也给我。这里疼不疼？痛。这一边比刚刚疼是吧？对对对，你这样按住都痛。哦，这样。好，那你也默数15下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这里疼不疼？这里不痛。这里不疼哈、哦嗯、这里也不会疼哈、哦、这里不痛。这里也不会吧？不会，不痛，都不会。好、嗯、那这样可以起来。它应该就是在头部这两点里面。你跟所有观众讲你现在的感受。哎，哇，真的好神奇。刚刚今天早上上面也痛，下面也痛，然后张医师给我按右边的时候没那么痛，我就是左边的牙齿痛，他给我按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受不了那种痛，但是现在真的不痛了。真的，我真的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真的是一点都不痛了。现在，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张医师。好，不会，不会，不会。好，真的现在一点都不痛了。如果我有说假话，真的上天可以听得到的，真的是的。好，太感恩，太感恩。不会，不会，不会。好，但是原始点按完，我建议还是要温敷啦，让它尽量慢慢再更松，然后自己修复，这样是可以完全根治的。好，
那刚刚按了，你们也看到了，这个都是随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们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已经相信原始点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可以解决全身的症状的，举手我看一下。哦，已经有增加，但是还是有人不举手的，我有一点失望哎。不过哈、哦，没关系，因为后续还有很多案例，不由得你们不幸福。好，那我们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暂时就介绍到这里。那管理的部位应该也到大致说了哈，你们如果没有说到的也可以看，我们看一下立体图好了。刚刚我们唯一没有介绍的哈，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脚。我刚刚讲臀部管的就是整条腿嘛，到脚踝啊，这个同样颜色肉色的都是臀部管的。那脚底你看这里有没有足跟还有中段后段跟中段足底在痛，揉哪里呢？一般是脚踝内侧，这里全部管到。那如果按了效果不好，还可以按外踝，也是踝骨外侧啊，一般是以内侧，一般按了就会有效了。那辅助点是在外侧。好，它管理的就是粉红色，还有包括足背。那足背如果是偏向内侧的按内踝骨，偏向外侧的按外踝骨，好，这个也很明确。再来，好，足底前段痛还有包括脚趾头痛按哪里呢？足背啊，这里脚背啊，这里按了就可以解决，所以你看全身几乎就管到了。好，刚刚手的问题我已经讲了，好，手指头痛往上找就在手背部这里，但是拇指比较例外，拇指它的原始点在接近手腕横纹那里，接近它骨肉交界处就只有一点，好，所以等于沿着这个侧面来到这一点痛，那这个就只有按这一点应该就有效了。好，那整个的原始点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就大致介绍到这里。那这个立体图很好用，也就是我们小册子都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然后按下去管理到哪里。好，好，那它我相信这个就不用再按，因为接下来那个脚底脚趾头很容易做，那个太容易了，这个就留给你们做哈。